佛光山海天佛刹为感谢全体义工们一年来的付出与辛劳，举办义工茶话会，前义长刘成昭龄及百余位义工欢喜到场参加。会中安排祈愿祝祷、精彩表演，慰劳义工的发心，也趁此机会让不同组别的义工们可以互相交流。现场还有外国人士。前义长刘成昭龄致辞时表示对各位义工菩萨的敬意，看到大家开心又感动，也感谢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大家一同学佛，做有意义的事情。看到大家的心内都是这么温柔善良，让我由衷感动，也感受到当义工的欢喜。我们办了很多的从教育的活动啦、幼童的活动啦，还有精义护教的活动啦，还有我们每年的浴国法会，在县政府广场，还是在文化局的广场，然后我们还有寒冬送暖，哇，这一切的一切，还有我们每年的固定的年度法会，就是因为有我们在座的南仔作为收尾顶缸菩萨，能照我们的海天菩萨才有办法办这么多的弘法利身度众的一个活动。但是咱在座的义工，最可惜的一点就是讲，即摆若做工课时，若是喊一声吼，大家人是冲足紧的，要做工课拢冲足紧的。啊，即摆来讲，今仔日上主要感谢大家来讲，啊，一年趁钱安尼，做年啊无闲安尼吼，要来慰劳大家，请大家喝个茶。那真济义工，哦，就甲我讲，唔免唔免，做工课再叫我，啊，食茶唔免。去了已经很累了，只有3天很快，然后3天的时间，我俩就讲讲吼，那晚粥热乎乎的粥，咱陪手吼，那不是讲有在座各位的师兄师姐的成就，那晚粥吼，已经讲，大家拢唔知讲，因你讲一碗白，一碗白到底是怎样的吼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广为宣传，去让很多人都知道说那一碗粥是怎么来的哈。我也跟我们大家报告过，我说，是不是明年我们花个大愿，明年我们现在是煮3碗，明年是不是再可以再多增加一些哈，让只要愿意吃这一碗粥的人都能够拿到一碗粥。我要赶快去带。表演节目由陈丽妍老师带领白烟囱乐团，美妙的歌声中揭开序幕。接着由马公第一分会带来罗喉罗的谎言话剧表演，马公第二分会歌唱表演四海都有佛光人及幸福在哪里，西语分会慈悲与强硬戏剧表演，湖西分会的带动唱等，让现场欢笑声不断，更有活泼有趣的有奖征答戳戳乐。大家努力地举手喊着"选我，选我"，将活动气氛带入高潮。我的一份友情，我的一片心意，我已奉献给了你。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把你冷冷地带过。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。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这份情感。另外，永昭法师表示常住金星准备了一份福袋送给志工们，新的一年祝福大家云水自在，祥和欢喜，福气隆来，健康平安隆中来。最后由永昭法师为大众祈福洒净，并恭读星云大师为义工祈愿文后，每个人带着满满欢喜、满满的祝福、满满的温暖带回家。记者王海龙报道。